马里奥大推高雄鸡汤，偷偷来被众人给抓包。个别熬煮鸡汤，我们有九种鸡汤，就九种汤底，我全酒，对，不加一滴水的，好香哦。我这个汤底一定要来让，全部都用公卖局米酒，这是我们里面的冠军的茶。它的那个茶体很厚重，淡淡的甜，淡淡的香，就是我小时候吃过那种黄金糖的味道。真假的吗？另外一边，不好意思哦，另外一边哦。今晚10点，金科生物纤维面膜小明星大跟班。